肥呀、啊，多吃一点啦、啊！肥呀、啊，不要我减肥，我不行，我不能年代感那么重。大家好，我们是一二三。嗨，大家好，我是 Amy。耶、yeah, ，我们现在来开箱摄影棚。Amy， 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找一个就是可以放这个的地方。我今天带这一顶。哦，这是你们带的。对，那我等下带那个。好、啊。我们现在来到我的经纪公司 Capsule 的摄影棚，等一下要来拍一个影片。对，有趣的影片。现在这上面还有这边 Capsule Academy 礼物上面也有 Capsule 的字样，圣诞配饰的桌子，阿朱跟 Ivy 布置上去。其他呢，就是公司本来就有布置的耶，是不是很可爱？欸、你看这个带回家。不行啦，开玩笑的，Capsule，我们经纪公司，按赞、订阅、加小铃铛，带这个来，你看，这超有趣的，有事吗？我帮你配音，拍大头照吗？没有，我现在要介绍一下摄影的小配件，真的，就是拍出来会超美，然后还有这个完美灯，但今天应该用不到，我们今天只有这两盏摄影灯就够了。好，那我们待会就会开始我们的拍摄，开始吧。你干嘛坐这里啊？我吸位啊。嗨，大家好，我是 Amy。今天邀请到了两位，一样是我的好朋友，马吉夫妻。嗨。金银珠宝的创始人。创始人。这里是哪里？你知道吗 ？Amy 经纪公司的摄影棚。对对对。Capsule 这边，里面呢有非常多非常的有名的 YouTuber， 目前知道就是三元。对，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在量，就是出去。其实我也做了两个，很多啦，有很多番薯的创作者有三元，讲来讲去就是这种，还有阿卡贝拉，就是你们哦，我知道，就是这个女生打超漂亮，对，阿卡贝拉是我们的，我爱叫追风，我有两个都有追，超美，然后还旁边你走开啦，西路弟弟啃鸡腿，西路弟弟是狗。两只狗、然后他们就会拍他们就是跟主人的互动这样子、其他的话就还蛮多是那种电器3C 类的那种开箱会对对对、或知识型的 Capsule 有一个活动可以使用这个摄影棚有很多的圣诞装饰我今天想要马鼠夫妻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拍的圣诞主题啊圣诞马吉对红色绿色黑色白色对什么黑色啦黑色版就是有一点点啊，真的有黑色吗？有啊，圣诞节有黑色啊，哪里？土壤。那个就是背影，阴影。有准备的材料有？没有，新鲜的水果。你可不可以自在一点啊？好，被骂了。新鲜的，新鲜的水果。好，新鲜的果泥。是果泥吧？不是果，红豆泥。红豆泥，水果跟。芋泥跟红豆泥，这边的话就是外面的沾粉，有金箔火腿、可可粉、手粉，就是玉米汁液，就是香松粉。所以今天大家有看到配色就是红配绿，圣诞节这一集呢，是因为圣诞要到了嘛，然后有时候可能马吉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口味是什么？花生。芝麻就是非常用传统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行 ，party 就是要不一样，新口味，对，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摆出一桌圣诞马吉，蹦出新滋味，我觉得没有人做过，做过圣诞马吉红绿 ，OK， 就在家可以试做，好，开始吧，好，戴手套，卫生，我手套已经默默戴上，好的，很棒，因为这个是他们早上做的，哇，好烫，早上做的，来，你试试看。你如果捏太大颗的话，你等一下内线就要包得很丰富，不然会显得这么厉害。你为什么手会黏住啊？没有，你刚刚这样子弄弄，对，那是打完一下，就是它的一点点。我可不可以吃一口原味啊？可以啊，那你给我一块原味，一小口啦，我吃不下啦，要减肥。你这样还肥啊？对啊。大家知道这个梗吗？这个20年前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梗？黑呀、多吃一点啦！还肥啊！不要我减肥，我不行，我不能年代感那么重，好恐怖哦！看着很好吃哦，不要再给我顾着吃了，怎会从头到尾？我坐着不太会捏马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平常都是站着。对，就觉得好像没力，手没力。你要先看我们表演，因为你可能不太会包，不太会包。金银珠宝夫妻来表演，开始。好，老板，看你们平常包的样子。包，没
是，我帮你，每个人有自己的，对啊，你干嘛要那个，不可以有那个惊讶的声音，对啊，干涉人家的想法，好凶哦。你就爱喜欢这样，这个等一下他自己吃哦，对啊，因为我就是要就是包给麦克吃啊。你这是地狱啊，你不是说没有地狱吗？没有啊。不是，这一定很好吃，它何准备的？是对啊，是他刚刚包的是红豆馅加草莓，然后哪有海苔香酥？不是，我加的是。然后放到前面，放到前面。Oh, sorry, oh my god。好。哇，好美哦！我的天哪、啊。哎、欸，好香哦！好香啊、真的是香松哎、欸。就是香酥香香松香不是你做的香。那换我，我想要芋泥。做啊。给我，你们自己吃自己的哦。没有，你不是说好你要吃我们做的？对啊，不是你们的口味就是水果加香松，然后又加什么的？等一下，你的这个芋泥也是要加香松，芋泥香松口味。我的天哪、啊！你们现在在研发口味是不是？对，想要草莓加芋泥是吗？对，我要沾这个白白的粉。看，我跟你说，我做的最好吃。然后我要撒一点点这个。对，就是要让大家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完成自己想要吃的那个配料。毛巾是跟你们买的？当然可以啊，我们有 DIY 大毛巾，回家配料自己尽情的玩。对啊，可以自己准备你喜欢的配料。换我喽，我完全没 idea 哦。我这个人就是你知道吗？又不吃毛巾，又不吃水果的，就是恶魔。啊？不是，是恶魔啊！你的手可能要跟我的握手一下，握一握，因为我有一点点。不要这样故意要吃我豆腐，我这样抹这个可以吗？不行。不行！你看我们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们他们是夫妻吧？哎、欸，我觉得你可以，不要，你不要指挥人，指挥人啦！大哥，你这个有点 shock， 我就是要这种，你知道吗？这是万，Hello， 这是万圣节吧？大家不是，我就是要这种感觉。那你整个挡到我了，现在是我的 part， 你为什么要？现在是我的马吉时间，然后你自己就完成一颗了。对不起、啊，看一下我这边多饿，就是蛮吓人的。哎、欸，这样子很好吃，好不好？小可以啦，可以可以，放你前面了，可以，把你的漂亮的挡住。哎、欸，这样其实也不错。对啊，就是要有一点三 D 感啊。你等一下把这些东西吃完。对啊， oh、my God， 不可以浪费。刚刚说好饿，不可以浪费食物，这是我们客家人的精神。好吧，你这个根本就是万圣节吧？哎、欸，我的手艺就是这样啊。哎、欸，你很可爱哎、欸，这真的很可爱哎、欸。大家你们，你以为是姜饼屋吗？太可爱啊，怎么了吗？哎、欸，很可爱、欸，我做的比你们的有趣多了。一个是纯巧克力，一个是巧克力。哎、欸，好酷哎、欸！浓情巧克力嘛。嗯，那我要可可粉，加这个。对不起，都沾过了。没关系，等一下都你泡茶都喝掉。啊，我要三种粉。然后呢？我要裹这个。自己做 的排一排啦，不要，你自己做的排一排，不要啦。我要吃这个三种粉的，好，我的天，哇，你一口吃哎、欸，怎么样？海苔香松很咸。很咸、哦，然后里面的粉是无感哦，是哦，然后就会变得就是马吉很咸的马吉一坨东西。我吃的这是里面也是巧克力的，一定很好吃，而且有果酱吧？因为马吉很热，所以巧克力都会在里面融化。那如果自己要包的话，我会建议巧克力可以再大颗一点。是这个我最想吃的这个，没味道对吧？就是草莓加芋泥。这个芋泥很香哎、欸，嗯，一二三，对，泰国人其实还蛮勇敢，都是吃自己的，因为我就是觉得好吃才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里面好像是有个水果，然后外面是香松，还有一点红豆泥。我这个应该是巧克力葡萄，我这个是麦片果干，不想吃。好软掉哦！我觉得香松真的很不错哎、欸，你会想要？我会想要认真为香松研发一个新口味。那大家以后就是这些可以尝试的话，对，可以做圣诞口味的马吉。我觉得这样也挺有趣的。我今天有一个地狱口味要给他们尝试，红色的哦。
姐，他小时候不敢吃辣，我跟你说。辣椒啊，好好吃哦，这可以耶。哪里可以？我看什么辣椒，炸死我了，红辣椒。很辣，我就说这不行，很辣哦，很辣。一盒给他们的，对，一整盒都给他们。你想吃，我们再包给你。我真的不会用。我真的还好。后面这边就是很多 YouTuber 在那边拍影片的地方。公司送的小糖果。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哎，是那个装杯子的。这个这样拿它都没气了。对啊，你放进去就有气了。哦，是吗？我要绿色。哈洛梨绿耶，哎，新色哦。哎，它是这个是什么橡胶、细胶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耐冷、耐热又防水哦。它是可以这样。对啊，对啊。好酷哦，而且它不会。想说拔到整个脸都抽。不会滑杯是不是？哎，为什么你有？我们是一二三耶！这个，我刚刚手机电了，我笑，哎，来不及，来不及。